上回你说过这个巫师是怎么成立的，你怎么去的新疆啊？为了当时反对苏联的，防止苏联的入侵，嗯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陆军第五师，由济南军区副理组建。济南军区机关组建的师部，有师的领导班子和这个直属队，有67军组建的13团，68军组建的14团，26军组建的15团，济南炮兵组建的炮兵团，这就我是在炮兵，我炮12师，每一个师组建一个营，炮12师组建的3营，当时我是3营教导员，原职都是原职级的，但是营长不是原职，营长是副营长提的。我怎么当时我已经当了5年教导员了，已经，嗯，这才到的五师级的，嗯。当时成立在26莱阳，莱阳苏联，我都搬到莱阳，你们都得屈服，你去老婆孩子都得屈服，我自己都到莱阳，3个多月，家里没人，就是你妈管，3个多月，营长不起，他妈的，我教导员起，最后起了个副教导员和副营长。我们去潍坊坐火车到新疆，15团的营长啊，还家属啊，就在曲阜延州上的车。嗯，对，我记得。哎呀，你妈那时候我记得啊，我记得跟你可亲了。4个孩子，那箱子凳子都弄到上，这不说团里他干了，就是部队啊，他帮着弄了。嗯，对。他不帮着弄能行吗？对吧？你家属和机关和那个团机关一个车，嗯，啊，一个车道，在路上我听说那几个孩子还乱跑，差点找不到了。哎呀，我弟弟差点丢了啊，差点丢了，重阳差点丢，就差我这边上着火车，我一发现我弟弟不在了，我回去找去，重阳呢还在那看文艺节目呢。我就抓着他一上了火车就开了，哎，就那差那么几秒钟。就是啊，就丢了，完俺姐俩都丢了，哭啊那时候，啊我也顾不上，我顾上我带部队啊，那一个营就是我负责的，而且走的时候往来的时候我们靠高炮营坐一个列车，我是负责这一个列车的列车长，家里顾不上，都是这点来讲也。那妈辛苦啊，带不容易，带的很。你说我迁就他了，回来想，没有他我咋办呢？这个家咋办？都笑你们，对吧？到了虎头壁，第一步到了虎头壁。对，到了虎头壁。啊，虎皮那时候重阳还不是，红伟还抱着。还抱着呢。还吃奶呢。嗯，抱着红伟吃奶呢。还吃奶呢。嗯。给两间房，你的孩子住一间房，我们两个住。对，是对面屋嘛。嗯。我记得可清了。他不住在山东。嗯。在山东有自由山。嗯。我粮食不够吃，可以卖点，买地瓜，也有买粮食的，对不对？到新疆不行，新疆真他妈社会主义，没有3自由包。那时候批判3自由包，自由市场，自负盈亏，这个包产到户，人家绝对反对。哎，看山东可以，山东有自由市场，在曲阜，你看5毛钱一个鸡蛋可以买到，5毛钱一斤地瓜也可以买到，5毛钱一地瓜，对吧？你看冷了可以市场还能买到棉花，
你别上新疆，每人做了一个棉猴。嗯，做棉猴。哎，那这新疆冷啊。四个孩子，一人一个棉猴。啊，一个棉猴，怎么就自由市场买的棉花，买的布，男的那给农家，对不对？俺说还有市场，到了新疆完了，没有自由市场，不够吃的，不够吃你还不能买不到，我出买一下，就得向连队的要。有时候和连队里要这苞米，那要这苞米面儿，看见没有？哎，你看到了胡同壁，你住下不上谁叫叫胡同奶就上制作去了。啊，那时候都在部队呀、啊，我好在部队一块儿，对吧？还能够照顾家，一上他妈胡同壁，礼拜六才能回来。礼拜天就能回去，又挣了三个月，就调我到高科营当职工去。高科营在昌吉，我们又上了昌吉。到昌吉，昌吉搞找了个房子。嗯，五坛队。啊，五坛队。五坛队。也是两间房，不托人家。对，两间房。还把你们搬个去。对。啊，这搬谁家的？妈，光搬家了，两年一间。光搬家呀！光搬家，我可知道，光搬家，光转学。在五坛队，你五坛队就还不错，那个房子给的啊。他五坛队的每年分那个分东西都有我们的。买东西人买给咱们。分鱼啊，又分又。他当二胎分那个五道黑。哎，对，可好吃了。两毛五一斤。我记得可清楚了、啊，哎呀，那冬天嘛，又没事把吃剩下撂到房顶上，冻着。对，啊，哎呀，我记得可清了，哎，那光吃鱼了，在五坛队啊，分、哎、鱼。对，分鱼。嗯，你看嘛，那时候你还没上学。上了。上学了吗？我上五年级。那有学校。有那五坛队、哦、有学校。五坛队，你怎么啥都？在五坛队跟前有一个学校。那有个学校嘛、啊，一个子弟学校嘛，五、嗯、那个什么什么子弟学校嘛。哎，一个什么学校，在那上去。哎、啊。两年。两年。你又调到。有校不是啊，部队要进山。嗯。三山洞嘛。部队要进山，五十进不了，直属都进山。部队进山了，进到山里边住到人老婆家里，家属都在长街。对，都在原地。啊，你回也回不来，也没车。嗯，对。哪有交通车，对吧？高光营在他妈五坛队，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十四团上边啊，也是不远，也离十步和十团当中。我们得自己盖房子，啊，自己盖房。开始住那个，住一个煤窑上，煤窑就是拿一个，瓦煤那个老百姓住，这个不瓦煤了，都是瓦煤住了。嗯。啊，你们家都在长。就长期。那住段时间就去自己盖房子，两年。嗯。是吧？结果俺就去了乌鲁木齐西站。我是两年呢，在昌吉，我基本上是不在一块儿。我每个过去在家上一个礼拜六回去，到了山里边儿，妈一两个月都回不去。嗯，很少回。没车怎么办呢？嗯，他也没有交通车啊。嗯，是吧？他一个两个月回不去，啊，所以我当了科长，还你们还在昌吉啊？嗯，对。对吧？还在科长，对。还在昌吉。嗯，我到了。七一年到了炮团，炮团当副政委了。嗯，当副政委这才把家搬到西山。嗯，那时候才搬的，算是同一块儿了。嗯，家庭都团聚了。嗯，你们上学那爬个山坡。嗯，啊，嗯，爬一个山。弟子对子孝啊，弟子对子孝、哎，弟子对子孝，哎，去的。嗯，咱们住到那个灭火处。西山一个灭火处，嗯，那不是煤矿吗？灭火处，哦，不是西山那个都是自燃嘛，那个煤，嗯，都是燃了，都自燃，专门灭火的，那玩意儿也灭不了、哦，反正咱有个灭火处，哦，他那个房子，
以后苗阜虫没有了，我们就团部住他那个楼。哎，团部住，哎，他那个房子好啊，可好了，盖的可以。哎呦好，还有洗澡堂。哎呦，我们每个礼拜洗一次澡。哎呀，每家属每个礼拜洗一次。哦，嗯、对。有洗澡堂，还有那个我你团子不是住在上面吗？啊、下边那个房子盖的可好了。啊、对对就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就那么好的房子。啊，可以。那时候团的领导嘛，还没一个房，一个房也是三间房，说三间进门这两头，嗯，中间一个屋，哎，中间不是住人，中间是做个房，嗯，烧火墙，对，哎，你们都在那头住，我们在这，对，团长也，我们都得挨着啊，嗯，副团长、团长，政委，你。那边团长，那边是一个警卫连，哦、警卫连都住，就这一块是一个警卫连，团长、政委、你，咱们三家，对，一个警卫连，